接着做题目。好，你刚才把该背的背完，这就会了。碳棒为电极，电解硫酸铜，哪一个说法是对？哪一个说的是对？好，来，大帅哥有吗？大帅哥叫做32号。谁对 ？A 是对的，请坐下。我们刚才有让你背过了嘛，对吧？该背的背起来就好了。碳棒电解硫酸铜，正极产生氧，负极产生铜。然后呢，硫酸根会移到正极，正极有氢离子，就等于生硫酸一样。所以呢，酸性就会增加 ，pH 值就会降低。好，所以我们答案就选 A。还有选 A， 好，来练习14的右图是电解硫酸铜的装置，请问你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？OK， 来，应该要换一位可爱小女生，有你们还有可爱小女生没问到吗？谁知道你送的？8号，哪一个？C 传先 ，B 传言 ，C， 啊哈，哎哎，没有这样的，没有，重来 ，B 还是 C？C， 哦，请坐，你选 B。谢，我以为我没问呢。我们说这一题有一个地方，这一题有个地方不一样，它一边是石墨，一边是铜，不过，负极你不管放什么都是生成铜，根本没有任何影响。那你的看到石墨有氧气，就在哪一级？正极会产生氧。那么，所以它就等于是碳棒电解硫酸铜一样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甲叫做正极，所以 A 是错的。然后呢，电解硫酸铜我们讲话会变酸，所以 pH 值会降低，所以 C 是错的。然后呢，电解硫酸铜铜离子变成铜，铜离子减少，所以颜色要变浅，所以猪是错的。所以呢，乙就是负极，负极会生成铜，质量会增加，所以 B 是对的。我们所以答案选 B。练习15第一条题，请问你哪一个？颜色变化哪一个？颜色变化是哪一个？这个人已经不在了。35。告诉你啊，你讲。你说哪一个 ？B。C。B。你说。我们跟你讲，你要记住，它电解硫酸铜负极会生铜，铜是从铜离子变来的，所以铜离子减少，铜离子蓝色，蓝色减少，所以颜色要变浅，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 B。那请问你，正极有生什么？讲中文，讲英文化学式也可以啦，讲中文，它生谁？它生什么玩意？Number 4，4号，H2 生什么？氢气。啊？氢气。H2。氧气，请坐下。相信我。生成氧气。氧气。啊，最后一个，请写出负极的反应半反应式。啊，负极，哎呀，均衡过啊，均衡过 ，OK， 不想。好，这是我们刚才讲的，产生氧，啊，正极产生氧，负极产生铜，所以是 O2。来，请问你反应式，有再找一位大帅哥有吗？24啊。有没有找到大帅哥？你都是女生的，在一起，只差个帅哥34。哎，终于说到点了，录我的书。我的反应逆势啊，快一点啦、啊！铜离子加两颗电池变成铜原子。你坐。
因为我再加了 if 变成 cu， 这是我告诉过你要背的，我就在常考常问。正极产生氧，负极产生铜，铜是从铜离子变来的，所以是长这样 ，Cu2 再加 if 产生 cu， 就是我们练习15。还是那句话，你把前面该背的都背好，你通通就会写了。所以请你把我要你背的事情给我背起来就对了 ，OK。